家好，我是凡凡。你们今天过得好吗？今天中午我第一次尝试做黄金卷，这个思路是来自于懒龙，只不过我把面的外面包裹了一层玉米粉，所以蒸完了以后金灿灿的，非常的好吃。感兴趣的朋友给我留言，希望你们度过一个美好的一天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